舞秀就做得更浮夸一点，然后他的那个腰身，你看他多了这个很大的这样子收腰，就整个就是一个那个。沙漏沙漏，这款更腰瘦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因为它这里腰间又故意在做那种加压的那种设计的感觉，然后非常的显胸胸线，然后旁边这里公主袖的抓褶，然后长腿是非常够的，不用怕太短。然后 V 领的话呢，它不会做太深 V， 所以刚刚好，不怕就是这样会曝光的。对，那针织坑纹比较厚实的，很密的，所以是非常的保暖，对，然后不会刺肤，袖长真的很漂亮，然后袖长也是非常的长。腰间有气势，没错。然后白，我觉得红色就是非常的过年气势。白色其实就有一种那种下在下雪的天里面走路的感觉，雪白天使。然后配上毛毛鞋，然后黑色的话就是这家经典款式，显瘦经典。对，这款型很棒哎，而且我穿黑色的话，好像看起来会更加显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又更细了。这个很棒。然后它的那个抓皱是往旁边发展的，所以会让你的头比。头身比显得头比较小颗一些，然后修饰你的脸型。白色可以，很漂亮。对，但是白色的话，非常建议里面要打，就可能肤色的内搭收腹裤。对，肤色的收腹裤，然后或者白色的背心会比较好哦，因为它这个白色针织是偏比较微透微透，就它还是把它撑开，这样的话，可能里面的那个深色的话就比较明显。没错，所以我觉得它白色的氛围感真的是非常的够。